玩特作時間時間睡點試下一份。夜年7月28星期二，我記得前年2018年7月28嗰日，咁我就去到海怡半島嗰度，上咗呢個玉桂山嘅玉桂山就係海怡海怡半島嘅地站街，上到上面有一個休憩處嘅，咁嗰啲藍天白雲都順便影咗幾張相。跟住咧，我當我影相擒高嗰個欄杆嗰陣咧，我背囊嘅，我背囊嗰張相跌咗落草地度嘅，然之後我執翻佢，就過咗幾陣之後飲完之後咧，個隔多一日即刻就停場咗業。我都記得呢件事啦。2015年7月28嗰日，咁我唔知自己係咪真係肚痛嘅，咁我就食個粥。我已經肚痛咗幾日嗰陣已經。行政會議佢話咩？政府咧？星期三就實施呢個全日禁止堂食，你會想到聽到之前都係嗰啲馬六之咁都係唔俾堂食啊嘛，依家係全日都禁止，星期三開始全日禁止堂食。咁即係咩咧？你去餐廳，就係見到多人叫外賣，每日坐喺食嘢。然之後另外一個消息就係碳聚令收緊到2個人。然之後去公眾場所要戴口罩，如果冇戴嘅就罰5000元。戴喺如果你做運動或者如果你做運動，無論你跑步點都好，一定要戴。哇！啲就心諗。如果我戴住口罩跑步咧，我覺得好辛苦。咁喂，你戴口罩唔出唞氣啊？隔住口罩都係唞氣。咁其實咧，你做運動嗰陣濕曬，濕曬嗰陣，如果嗰啲汗滴濕咗個口罩咧，個口罩功能就會越嚟越少。個口罩功能就可以話唔係好大。哇！限住2個人啊，咁即係話。出到街，喂，咁即係話你去到去做啲婚宴都係要取消嘅睇法。不過咧，當佢嗰個咩全日禁止堂食，星期三實施之後咧，我哋嘅謝師宴都取消埋，因為佢唔俾堂食啊嘛，咁即係話酒店都唔俾嘅，咪酒店。其實開頭咧，馬六之佢話朝頭早食，但係依家政府收緊啦，咁取消謝師宴嘅話，可以收翻400元，意思係交出一半嘅金額，但係同時間會損失30000元一半訂金，會令到畢業生冇咗謝師宴啦，提出咗之後可以反口。改期嘅話得嘅，咁2021年咯。但係畢業生有機會舉人哋先，但係要相反改期風險高。咁會選取適合日期，因為要決定個新日子，又要承嚴重可能改期。咁但係唔可以就曬所有同學，即使同學唔出席都要俾800元，唔可以退款。哇！2021年，多一句，我哋嗰屆咧。都是一個不一樣的中國，認真的。唉，謝師宴都沒賣，那如果你說那個限聚令說2個人，如果他仍然都10月實施，我都可以說不排除都可能取消了10月多的畢業典禮。雖然他派了畢業證書，但畢業典禮是未舉行的。
你派咗唔等同於舉行咗。十月九號畢業典禮嘛，原本未係嘢，但係因為啲疫情，所以就再推遲到十月九號。因為又新增咗145宗個案，有142宗係本地，然之後呢一日再多4個患者不治，累計22人死亡。打完澳洲 server。我查咗嗰陣玩三個鐘頭三個字，由5:30玩到8:00，因為嗰陣我睇翻我屋企嗰陣點樣，咁我啲家屬行翻翻嚟，咁行翻嚟咁早啊，咁索性咧兜過呢、這個壽平樓嗰度，咁你知壽平樓就有七月頭有確診過啦。但係我都想兜去睇下到底有冇啲人喺嗰啲做，但係冇嘅。除咗嗰啲長者嗰啲健身嗰啲嘢之外，就冇嘅。兜完就轉咗成個攞完，兜咗一個圈。咁我打三個鐘頭三個字咧，都係最高。七月幾由7月11號到依家都有18接唔喂。都有17日，咁連續17日嘅酷熱天警告已經打破咗2018年嘅記錄。2018年五月咧，你都知啦，有差唔多兩個禮拜都冇落過雨嘅，酷熱天警告都生效咗嘅。由5月26日到5月26日呢十日裏，特別呢11日裏邊咧，酷熱天氣警告持續。你就話內地嗰個水災，但係香港冇落過雨嘅，我記得好清楚。由父親節之後到依家都係冇落過雨嘅，已經超過咗一個月。咁你食唔係？你嗰個預測都唔準，又話咩有雷雨，但係冇喎。如果你聽報告，你永遠都聽得到咩副熱帶高壓脊同埋反氣旋，呢兩個詞語，咁都唔知可以熱到幾耐。咁但係都係嗰句，冇落過雨嘅話，可以話有啲誇張。淨係持續一個月咯，要我記得，去到依家都冇試過。我升咗，我玩B5升咗level340，同埋385。